早晨再次来到你的家中，我们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主，你借着耶稣，借着圣灵创造了诸世界。主，你不只是创造了诸世界，你也设立了婚姻关系，你也设立了父母亲跟孩子们的关系。我们感谢主，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母亲节，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你的慈爱。主，你借着母亲，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主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关怀、安慰、怜悯、教导、引导。我们感谢主，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诗歌，请翻到周报第三页，歌颂主爱。
贵重请坐。接下来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6-38节，还有46-48节，在各位的周报第二页。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在伊丽莎白怀孕的第六个月，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到加利利一个叫拿撒勒的城去，要传话给一个童女，名叫玛利亚。这童女已经跟大卫家族一个名叫约瑟的男子订了婚。天使到他面前说：“愿你平安，你是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玛利亚因为天使这话，十分惊慌不安，反复思想这问安的含义。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上帝赐恩给你。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将要成为伟大的人物，他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主。上帝要立他继承他祖先大卫的王位，他要永远做雅各家的王，他的王权无穷无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这样的事怎么能发生呢？”天使回答：“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至高上帝的全能要荫庇你，因此那将诞生的圣婴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看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她虽然年老，人家说她不能生育，可是她现在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因为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做不到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你的话成全在我身上。”于是天使离开了她。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卑微的婢女，从今以后万民将称我有福。”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思想神的话语。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上帝。在旧约过去，许多的先知预言将来会有弥赛亚的来临，将来主你的神国的来临。果然在天使跟玛利亚的显现来应验了这个事情。主，你是信实的上帝，主，并且你是一位有恩典的上帝。玛利亚说她自己是一个卑微的婢女，可是你的恩典却临到她的身上。这也仿佛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所有的人身上。我们在主的面前都如尘土，都是卑微的，可是你的恩典也都临到我们身上。因此我们要来感谢主，我们要来赞美主。
愿主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可以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同心的聚会，一起的来敬拜。那今天在舞堂呢，我想很有家的气氛，因为有大人小孩齐聚一堂。那我这里呢会特别代表李牧师来主持母亲节的献花以及婴幼儿奉献礼的这两个礼，所以特别的来主持。那首先呢，我们要欢迎新朋友，那楼上楼下，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华严堂聚会的新朋友，能不能特别的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特别欢迎各位。有没有第一次来华严堂崇拜的新朋友？前面有一位，还有没有？楼上楼下啊，楼上楼下。好，钢琴后方第二排也有一位啊，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楼上楼下的啊。好，我们为着这两位新人谢谢，请坐啊，请坐。那为着你们来出席来参加我们现场，感谢。那另外一个报告呢，就是我们华严堂多了两位牧师不是我们新聘两位牧师，是昨天有两位传道那个黄冠智传道、黄继贤传道，他们昨天被安立为牧师那所以呢，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可以称。黄牧师，两位黄牧师那特别恭贺他们成为牧师。那另外呢，也报告今天的讲员昨天跟今天的崇拜的讲员是李牧师特别设计的一个崇拜，因为母亲节的关系呢，所以呢我们昨天是永达牧师夫妇他们负责整个的崇拜，今天。第一堂跟第三堂是黄冠智夫妇他们负责一三堂的崇拜的诗会以及讲道，诗会以及讲道，所以呢，我们李牧师特别安排两位师母，他们今天在讲道的时间呢，特别去分享，所以请各位用祷告来托住他们的聚会。另外一项的简单的报告就是，崇拜结束之后，因为我们的前面。服务台在施工，所以崇拜结束之后呢，弟兄姐妹可以从前门、侧门或者管风亭这一边都可以出去，或者是从后门都可以离开，让大家知道，因为造成的不方便，所以请大家见谅让我们一起的在各个地方我们都可以那个离开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观赏我们第二次的拆船影片。
们很期待这次的拆船年会，5月28、29这两天，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天我们会在崇拜当中来进行。那特别要跟各位报告的，一起来参与的是礼拜六28号，礼拜六28号的这一天的拆船年会的一系列的聚会，请各位打开周报第七页。周报第七页，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深深扎根。我们去年是请我们的主任牧师李牧师他来分享回顾与前瞻，我们已经进行第十届的拆船年会，那我们未来要怎么走，所以呢李牧师带领我们有一些的回顾跟展望。那今年我们期盼我们在神学，在神的话语上有更深的扎根跟反省，所以呢我们特别定了主题叫深深的扎根。那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新加坡神学院的准院长，目前是教务主任，7月份呢他会上任院长，所以呢我们要特别为他未来的重任来祷告。我们很高兴他答应来这里给我们一些的反省，深深的扎根。所以有关我们的那个谢牧水牧师他的一些基本的资料在第8页的上方，有一些的基本的资料。我们这里要特别推动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宣教，可能没有每一个人参与短宣队，但是呢我们都应该关心教会的宣教。所以请各位从椅背上拿出一个红色的信封红包袋我们用红包袋来作为我们这一次的拆船年会的报名所以请各位踊跃的报名参加我们的拆船年会。我们为了方便各位的一些的报名的作业，我们把它简化，各位只要把100元放入到我们的红包袋的里面，待会在收奉献的时候呢，我们投入到奉献袋的里面，或者我们拿到一楼的服务台，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报名的作业。那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些人报名，但是呢有一些人忘记了在红包袋红包袋上面呢写上名字还有联络的电话，所以有一些是没有名字的所以我们请各位放100元在红包袋的里面，然后呢写上你的名字跟联络电话，我们会进一步的跟各位联络，然后呢各位就预备心5月28号当天8点半来这里报到，早上9点钟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拆船年会。当天下午我们有2场的工作坊，1点半到3点是第一场，3点20到4点50是第二次的工作坊。也就是说我们各位我们缴交的100元其实是为了帮助各位，我们会买便当订便当，主要是各位能够全程的参加早上的年会还有下午的我们的工作坊，2个时段的工作坊，所以各位可以听完整的2次的工作坊，所以非常的能够帮助我们对整个的宣教的合场有多一点的认识，所以非常鼓励，也代表李牧师在这里非常的鼓励呼吁各位能够踊跃的参加，让我们一起的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意象，一起的来寻求上帝的心意，我们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往前走，宣教的合场在哪里，有许多未得之地，到底神给淮安堂的托付是什么，我们一起的在神面前祷告，一起的在神面前来寻求。所以呢请各位把100元的报名费放入到红包袋的里面，写上你的名字跟电话，然后呢就投入到奉献袋的里面，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已经站在后面了，他们要代表教会把花放
递交给每一个做母亲的哈，所以请各位现场的母亲站立起来，我们有花要赠送给各位，然后呢，我们会请永达牧师、关怀牧师来为着每一位母亲来祝福。好，每一位母亲啊，都站起来啊，都站起来。我们不帮别人代拿哈，我们只为自己哈做母亲的来拿哈。当你拿到花的时候呢，请你坐下，拿到花的可以坐下来，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谁还没有拿到。我们为着每一个做妈妈的哈，你们辛苦了哈，你们啊过去的整个的在家的付出，在教会的付出，我们都献上感谢，感谢主让我们华严堂有这一群的妈妈一起的建造家庭，一起的来服侍主。拿到花的时候呢，就可以请坐啊。好，楼上楼下有没有谁还没有拿到花的？有没有？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请所有的妈妈再一次的站立起来，所有的妈妈再一次的站立起来。早上还有父亲也站立起来哈、哦。那我想啊，我们妈妈站立起来哈、哦。那我们请我们的关怀牧师李永达牧师来为各位母亲来祝福。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生命之源，爱的源头。感谢你透过我们的父母，将生命赏赐给我们。感谢你也将爱给予我们的父母，让他们用爱养育拉拔我们可以长大。今天是母亲节，求主叫我们每一位做儿女的，不忘记我们的父母，他们的恩情。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的父母或许已经不在了，但求主叫我们永不忘记他们，曾为我们的辛苦劬劳，能够感念他们。在我们当中父母还健在的人，求主叫我们珍惜还能有孝养他们的恩典与机会，能够把握每一次与父母相聚的时刻，使父母欢喜，叫他们宽慰。今天我们特别要为站立在你面前每一位含辛茹苦的母亲们来祷告，求主纪念他们一生为家庭、为子女们付出的辛劳，求主叫他们的丈夫能更加体贴爱护他们，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看自己的妻子价值远胜珍珠。求主叫每一位母亲、他们的子女们能遵行圣经诫命所教导的，能够敬爱孝顺他们，能够时常陪伴与问候。愿每一个家庭因有母亲而更加生活幸福甜美，家庭和乐美满，每一位儿女都起来称母亲为有福，他们的丈夫也称赞他。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各位母亲请坐。接下来是婴幼儿的奉献礼。箴言，圣经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想这一节经文用在家庭，用在教养孩子上面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那婴幼儿奉献礼，我想之前的一些的作业都已经在2021完成了哈，在2014完成，他们在那边有一些的预备，有一些的勉励，有一些的照相。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在这里
举行一个奉献礼，让大家能够一起的为他们跟我们的牧者永达牧师同心的为着他们祷告。我想婴幼儿奉献礼，我们简单的有三方面的提醒，一个是表明家长做父母的我们的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智，按着圣经来教导。第二方面呢，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为这些的家长来守望，天天的守望，求神加倍的赐福，因为要养育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求神加倍加添他们灵力体力。第三方面是提醒我们做父母的，我想特别是今天啊，那个参加这个婴幼儿奉献礼的每一个家庭，再次提醒自己，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基督绝对是我们一家之主。所以但愿神赐福每一位啊，今天参加婴幼儿奉献礼的每一位父母，提醒彼此来提醒。这个时候呢，我要啊一一的啊念出每一个孩子的名字，所以呢，念到孩子的名字的时候呢，家长就带着孩子，因为孩子不可能自己出来，对不对哈？所以呢，请家长就带着孩子啊到讲台前啊这一边来，我们陆续的站着哈。张轩云、林木心、林木月这一对姐妹，何心耀、黄瑞约、林雅璇、陈小爱、张宇轩、张宇翔姐妹、姐弟啊，这对姐弟，吕维康、林群耀、林芊芊这对兄妹、何硕元、林冠宇，我们为着这些的家长啊来感谢，好吧？我们尽量站到中间啊，站到中间啊。我们为着他们有心把孩子奉献，提醒自己做父母的教养的责任，也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按着圣经的原则，常常为着他们来守望。这个时候我们请关怀牧师永达牧师来为这些的家长跟孩童来祝福。好，让我们一同来祝福这些的家庭，这些的孩子，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天父上帝，你是赐生命的主，你是爱的源头，感谢你把儿女赐给每一位为人父母者，可以成为他们美好的产业，成为他们婚姻家庭中美好的祝福。今天上午有11个家庭，他们愿意将他们的孩子，一共14位的婴幼儿，奉献在你面前。他们愿将教养孩子的主权交给主，也以此表明他们愿意照着主的心意来教养他们的孩子。就如箴言22:6所说的，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求主赐给今天奉献婴幼儿在你面前的每一位父母们，有主的智慧，有主的爱心与耐心，用圣经的标准和原则来教养他们的孩子，为他们的孩子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充满神的爱与恩典的家庭，并且引领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认识神、敬畏主。求主帮助每一位父母都能以身作则，以自己的生活榜样来见证神的恩典，尽他们为人父母的责任，引导他们的孩子做合神心意的人。或许孩子们现在还不懂事，
但恳求主能够垂听他们为孩子的奉献祷告，使他们的孩子在真理中可以逐渐的来成熟长大，将来有一天，这一群孩子们，他们也要亲自在上帝你的面前，决志接受主耶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与生命的主，一生来爱主、侍奉主。愿主保守带领，施恩看顾，赐福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各位家长可以把孩子带回座位啊。如果是李牧师，他说他一定没有办法在这里讲一篇完整的道啊。我李牧师今天在凯歌堂啊，在凯歌堂。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的来唱诗第744首《众母之神》。《众母之神》歌词在周报的第四页。奉献是所有基督徒的特权，也是神儿女对天父爱的回应。接下来我们就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新朋友还有若你要参加宣道年会的这个红包袋，可以待会呢收奉献的时候摆在奉献袋里，谢谢。
我们一起为着奉献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更感谢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将你所赐给我们的奉献出来，当作你圣工所用。求主教导我们成为忠心的管家，让这些有限的金钱用在你无限的国度上。我们也再一次的来感谢主赐给我们地上的产业，教导我们也能够成为忠心的管家，用你的方法、你的道理、你的话语来养育你所赐给我们地上的产业，这些孩子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坐。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在地上有母亲，也感谢主在地上赐母亲的职位，让我们学习来爱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主，我们求主来加添今天所有母亲力量，让他们在主的里面能够成为忠心主的使女，忠心的管家，
来拉拔养育你所赐给我们在地上的产业，让我们用你的道理、你的话语、你的旨意来养育他们，使他们一生到老不偏左也不偏右，走在主你的正道上面，容神益人，广传主你的福音。就求主来祝福，祝福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在家里所做的就是在服侍主。感谢主，愿我们的下一代继续荣耀你自己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今天让我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个讲台上，尤其是今天是母亲节，我觉得真的是充满了感动哈。其实做妈妈的哭点很低，我刚刚看到小朋友站在前面唱出有如天使的歌声，我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感谢神他给我有这个机会，然后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内心的感动。其实在一个多月前，我的另一半他在完成考牧的那一天，李牧师他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任务，他说师母啊，可不可以请你在母亲节这天然后跟大家分享站讲台。然后他二话不说他就说请你站三堂。老实说我心里非常的惶恐，可是感谢神，我本来以为哈，他叫我站这个讲台是给我一个下马威啊，为什么我另一半他才被按牧，那新的师母呢就来承担这个责任哈。可是我今天才真正的感觉李牧师送给我一个母亲节最大的礼物，因为很老实说哈，我在通常在舞堂这个时候，我都会在儿童主日学服侍。所以在儿童主日学服侍，我从来没有机会可以进到大堂来，更不用说我可以听到我自己的小孩子唱歌。我今天站在前面的是我的老三，他叫黄传光，他6岁。然后站在刚才师班席的是我的老二，好，他叫黄传恩，他8岁。那我还有一个老大，他是黄杰信，12岁。感谢神，他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职分，让我能成为一个神的使女。好，从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又重新温习了这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圣经母亲，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我们可以读到玛利亚当时她已经许配给约瑟，约瑟是大卫的子孙，而在当时犹太人的习俗，当一个新娘跟她未来的丈夫定亲以后，即使婚礼和婚宴也许在一年多以后才会真正的完成，他在定亲的这段期间他是属于他先生的。虽然已经定亲，在这一年之内新郎与新娘是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会碰面的。在这一年内，新郎必须非常辛苦的在他的父家替他的新娘预备房间，他是真的用手来搭造好，做一个给新娘的房间。等到真正婚礼时间到的时候，真正的婚约才完成，两人才真正的成为夫妻。其实这样的一个比喻也预表了教会还有基督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耶稣基督他现在已经回到父家，为我们每一位都预备了天上的居住的地方。他曾经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的房间。感谢主，我们从玛利亚和约瑟的这样子的一个
例子，看到神是如何的爱我们，将来每个人都有天上的居所。可是我们回到玛利亚的身上，就是在这一年定亲的期间，玛利亚遇到她生命中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惊奇。与其说是一个大惊奇，对她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因为在此时，天使加百列拜访玛利亚，并且告诉她，她是一位蒙恩的女子，圣灵要降临在她身上，从她要出一位救主，而这位圣者是神的儿子。哎，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为什么我们要说是大灾难呢？可是我们必须想到，她是一个订婚的处女，从旁人的眼中来看，她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唯一的可能就是她与其他的男人私通，对她已经定亲的丈夫有不忠诚。虽然她与约瑟还没有成为夫妻，可是他们之中所定下的盟约是真实的，是不可违逆的，而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可怕的。在当时犹太人的法律是非常有可能带到长老面前公审，甚至最坏的后果，他有可能活活的被石头给打死。所以我们看到，就在此时，玛利亚她开始了一个不简单的母亲的道路。在这里想请问所有在座的母亲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你做母亲这一路走来，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请举手。哎，跟我一样哈。好，第二个问题，你觉得母亲这个职分是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易如反掌的，请举手。我们都没有人可以举手，是不是？是的，就像当年的玛利亚一样，每一位在座的母亲，从怀胎的那一刻开始，就接受了这个神圣的职分，同时也接受了随之而来的挑战、心酸，还有眼泪。我们现在稍微来看一下玛利亚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她有经历过多少的不容易。我们看到她怀着身孕奔波劳苦，当罗马政府规定要报名上册的时候，她与她的先生约瑟千里迢迢从拿撒勒来到了伯利恒。对女人来说，在古代的时候生产已经是非常危险非常辛苦的事情。她在身孕已经重的时候，骑在驴子上面颠颠簸簸，为了赶着报名上册，最后她没有地方可以来生下主耶稣，所以她必须在又脏又臭的马厩里面完成生产。好，我们再看到当耶稣年幼的时候，因为当时希律王发怒，他要杀死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玛利亚和约瑟带着耶稣逃往了埃及。可能他过了好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直到希律王死了以后，他们才可以回到以色列，最后他们住在拿撒勒。相信在座所有的母亲也有可能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也曾经搬家，你也曾经颠沛流离，你也曾经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下去。我自己在结婚之后，我搬过非常多次家。在关智神学院毕业之后，那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小孩，可是我们找不到服侍的教会，不知道何去何从。记得他在找到教会服侍教会之前，假设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好像搬过五次家。然后那时候却很惊奇的发现我又怀了老三。然后在美国没有工作，
你就没有保险。所以在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担心害怕。我相信在不做的母亲可能也有这样子的经历过。好，我们再看到约瑟和玛利亚，他带着耶稣到圣殿的时候，西面预言了这个孩子要成为毁谤的画饼，玛利亚的心要被刀刺透。妈妈们，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过？感觉心如刀割。当孩子在困境中，我们却不能为他做任何事，心伤流泪。我们再看到耶稣在12岁的时候，玛利亚和约瑟曾经以为他走失了，他们担心害怕，到处寻找，最后在哪里找到了他？在圣殿找到了他。最后耶稣的回答却是，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家的事为念吗？圣经里面提到，耶稣说的话，玛利亚与约瑟不明白。家中有 teenager 或是就是青少年的父母们，是不是好像也有这样子的场景发生？虽然跟耶稣这样子的情况，当年的情况不一样，可是我们也常常会有这种感受，孩子所说的话我们不明白。也在此时，我相信玛利亚慢慢她学习要放手。对我们在座的母亲来说，也许现在你也在经历这样的功课。我们看到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法利赛人、文士、祭司处心积虑的想要陷害他、杀他。也许玛利亚没有跟随着耶稣走过每一个城镇去传福音，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他没有亲耳听到，可是我相信他的心总是悬在那里，随着他儿子的脚踪，心里有着担心，有着害怕。相信在座的母亲也有这样子的心情，虽然孩子大了，离开了家，可是你不能每天都见到他，你的心却随着你孩子所遭遇的一切起起伏伏，你巴不得能替他分劳，巴不得你能替他解忧。最后我们看到玛利亚经历了所有母亲都应该最不想经历的伤痛，她就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受尽羞辱，被鞭打，被唾弃，走上了十架苦路。在如此混乱、如此心痛、悲伤的场景当中，约翰福音记载玛利亚站在自己儿子的十字架底下，亲眼目睹了儿子的死，但也他也亲耳听到耶稣为着爱把自己母亲托付给约翰的这样的吩咐。我想在座的母亲应该很少经历类似这样的事，可是当我们设身处地把我们自己摆在当年玛利亚的场景，我们会如何？是的，从玛利亚的身上，我想每一位母亲都能感同身受她所经历的困难与不容易，也更能看到神所托付给每一位的母亲功课还有所要学习的一切都不同。可是相同的是，母亲的职分是不简单的，是充满艰辛、充满痛苦的，但同时也是笑容和眼泪并存，是一个上帝所给的选召，是他的恩典。而这神圣的选召不单单在当年圣灵感孕的玛利亚身上，也在今天所有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身上。我们看到玛利亚，
他经历过那么多的痛苦，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些痛苦，面对这些不简单的要走的路。其实我们可以来学习玛利亚。第一点我们可以跟玛利亚学习的是，她是一个沉稳冷静反复思想的女子。从路加福音1:29里面，我们读到玛利亚她听到天使对她说的话，她虽然心里惊慌，可是她却把天使所告诉她的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而这不是圣经里面唯一一个地方提到玛利亚她把所有看到的事情摆在心里反复思想的地方。当牧羊人得到天使的通报，来到耶稣所生的马槽来朝见他的时候，玛利亚也同样的把她所看到所听到关于耶稣降生的事情，她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圣经的地方是玛利亚以为耶稣走失的时候，她在圣殿里面看到她和圣殿里的许多老师正在谈论神的话语的时候，她看到这样子的场景，她也十分的讶异，可是她的反应却仍是反复思想存在他的心里。其实我们做母亲的常常都可能说话太快，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表面马上按着本能我们就产生反应，往往带来不好的后果。尤其在教养孩子上面，做一个母亲的需要有一个沉稳的性格，将许多的事先放在心里反复的思想，寻求神的旨意还有圣灵的带领。好，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可以从玛利亚身上学习的，她是一位甘心顺服做神使女的女子。从路加福音1:33-38里面，我们读到神借着天使传达给玛利亚的信息，她是一个蒙恩的女子，她所生的儿子要成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她祖大卫的位给她，她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她的国也没有穷尽。是的，这些我们听起来在圣经里面读起来都觉得很荣耀很棒，我们为玛利亚感谢神。可是同时，如果我们把自己摆在玛利亚的处境，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回应？未婚生子，还有可能被自己未来的丈夫休掉，甚至有可能被石头活活的打死，我们还能跟玛利亚一样说出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吗？其实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其真的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玛利亚却甘心情愿地承担这样子的使命，她甘心情愿地降服在神的手中，做神所吩咐讨神喜悦的事情。其实神在每一位母亲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的道路都有安排与定规，很多时候我们却不一定能够跟神合作，有时候我们也抱怨，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甘心。但我们看到神其实拣选了玛利亚，就是因为她愿意成为神的使女，顺服于神的权柄之下，她选择了神要她走的道路，无论是祸是福，让神成为她生命中的主人，只愿神的旨意成就。第三点我们可以跟玛利亚学习的是，她是一位尊主为大以主为乐的女子。
从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到55节，玛利亚唱出了一首非常有名的颂，尊主颂。在这10节经文里面，我们读到了他对神坚强的信心，更读出了他是一位邻里渴慕与神亲近的人。在许多人可能惊慌失措，不知道未婚怀孕是否会为他带来厄运的时候，他却说自己 是因神顾念了我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他已经全然相信了神的应许，深信自己是有福的人。同时我们在这里读到了玛利亚之所以能够甘心乐意顺服做神使女的秘诀，就是她的心尊主为大，她的灵以她的救主为乐。当一个人把他自己或是任何的人事物摆在神之上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顺服神的。但我们看到当玛利亚把主摆在他生命中的第一位，对他来说顺服是一件本应如此自然而然的事。我们是否把主摆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当我们尊主为大，以主为乐的时候，我们碰到的任何事情对我们来说都会是轻省的，许多的犹豫都会化成顺服，许多的苦处都会因着我们将神摆在生命中的第一位而都被看为是好的。得失不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让神得着荣耀，因神自己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满足。只要神的旨意成就，我们的心就得着满足。所以从玛利亚身上，我们看到做一位母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的来感受玛利亚当年所经历的一切困难，就其实知道神给予母亲的这个职分是神所能给予我们最困难但是也能最能改变我们的一个职分。而我们若能尊主为大，以主为乐，甘心顺服，常常把神的话语反复思想存在心里，以致我们依靠他，以致我们顺服他，我们手所做的都将在永世里面永远留存，宝贵无比，并在以后为我们带来奖赏，带来荣耀。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祖母的见证。我的祖母她是一对双胞胎里面的姐姐，她和她妹妹听说是长得一模一样。她从小个性就非常的害羞，非常的内向，可是她的妹妹呢却非常的外向，读书也非常的头脑灵光。所以妹妹从很早就跑到家里外面的学堂去读书了。可是我那害羞又内向的祖母因着个性的关系，家里就请老师到家里去教她读书认字。她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可是宝贵的是她生长在一个敬虔的基督教的家庭。她从小就紧紧抓住神。在她17岁的那年，有人借着媒人到家里相亲，可是这媒人没有相中我的祖母，他相中的是那外表谈论感觉西化又有自己意见的妹妹。可是到了婚礼的前一天，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听了学校同学她的朋友的话，她觉得她不想要借着媒妁之言就跟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男人结婚，所以呢，他就离家出走了。
可是婚礼已经迫在眉睫，帖子都发了。我祖母的他们一家是大户人家，全村都知道明天有人要嫁出嫁出要出嫁了。所以我祖母的父母灵机一动，把主意打到我祖母的身上，他就死求活求的拜托我的祖母嫁给我的爷爷。这不知道是双胞胎的好处还是坏处哈。可是没想到，我顺服的祖母也就这样勉为其难答应了。可是从这一刻开始，他的命运就再也不一样。我的祖母，他连他的名字都换了。他本来是叫薛玉华，可是等到他跟我爷爷结婚的时候，因为要瞒过我爷爷，所以他的名字改成叫薛义兵。可是也因着这样子，我的祖母是家里唯一从大陆跟着我爷爷逃出来的。我的祖母也因着这样的顺服，在台湾她可以继续自由的来教会敬拜神，同时她紧紧的抓住神，每天都用祷告替自己、为自己还有全家的人，还有她所认识的人、朋友，甚至是国家大事代求。他50多岁就寡居，但他却用祷告开始他的每一天，他也用祷告结束他的每一天。他把每一位的儿孙照片都贴在墙上，他可以看着照片为他每一位儿孙真的是衷心的代祷。如果有特别的代祷事项，他一定祷告到底，直到神给了答案。今天冠志能成为一位牧师，在这一条不简单全职服事的道路，他所付上的祷告与时间是极贵极重的。他的顺服还有他的忠心代祷，让我们全家蒙了恩福。所以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神给母亲的一个最好的利器、最好的武器，就是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甘心乐意成为神的使女，她甘心顺服，她尊主为大，以主为乐。愿我们每一位都能成为神甘心乐意顺服于神旨意的使女。而我最后也想跟大家分享，在哥林多后书4:17-18里面所说的，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祝福每一位在座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顾念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而看清那至战至亲的苦楚。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在周报的第4页底下那一首《双亲之爱广传广》。我们唱第1跟第4节，当唱第4节的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我等亏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姐妹请坐，我们默祷之后散会。母亲节快乐。